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学习新课，我们打开课本，打开第十课《龟兔赛跑淘汰》76页。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好，小朋友们，我们来开始上第十课《龟兔赛跑》。第十课《龟兔赛跑》。好，我们打开76页，我们开始。十，龟兔赛跑。十，龟兔赛跑。兔子和乌龟，兔子和乌龟要赛跑了。要赛跑了，小鸟一叫，小鸟一叫，一二三，一二三，兔子就飞快地跑了出去。跑了出去，乌龟一步一步的，乌龟一步一步的向前爬，向前爬。兔子跑了一会儿。兔子跑了一会儿，回头看不见乌龟，回头看不见乌龟，他很得意，他很得意，就想。就想，乌龟爬得真慢，乌龟爬得真慢，我睡一觉，我睡一觉，等它追上来。等他追上来，我再跑，我再跑，我仍然可以得第一，我仍然可以得第一。这样一想，这样一想，兔子就睡起觉来了。兔子就睡起觉来了。乌龟在后面，乌龟在后面。不停地向前爬，不停地向前爬。从兔子身边，从兔子身边爬了过去，爬了过去。一直爬到了终点，一直爬到了终点，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可兔子还在那儿。可兔子还在那儿，
睡大觉呢，睡大觉呢。好，小朋友们，我们的课文先读到这里。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读的课文意思呢，老师要先解释给你们。龟兔赛跑，龟兔赛跑，这是乌龟，这是兔子，乌龟咕啦咕啦，兔子kelinci lomba lari antara kura-kura dan kelinci. 你们看下面，兔子和乌龟要赛跑了，他们要开始比赛跑步。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的，下一个呢就是小鸟一叫，一二三，你们看这是小鸟，小鸟它叫一二三，然后这个兔子跟乌龟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berlari dengan sangat cepat. Si kelinci berlari dengan sangat cepat. 而乌龟呢，它一步一步地向前爬 ，kura-kura merangkak, selangkah demi selangkah. 它就一步一步地向前爬，看啊，它流汗了。这个你们看，下一个呢，然后。这个兔子跑了一会儿，它回头看不见乌龟，它跑了一会儿回头 dia menoleh ke belakang， 看不见乌龟，si kura-kura tidak terlihat。 然后它怎么样呢？你看兔子它很高兴，它很得意 dia merasa bangga， 它就想啊，这个乌龟爬得真慢， merangkak sangat lambat，我睡一觉，等他追上来，我再跑。Tunggu setelah dia sudah dapat mengejarku, barulah saya lanjut berlari. 等他追上来，我再跑。我仍然可以得第一。Saya tetap masih bisa juara satu. 你看他很得意的样子。好。那就兔子呢就睡起觉来了，它就睡起觉来了 ，kelinci pun tertidur。而乌龟呢怎么样？乌龟它在后面不停地向前爬，这是兔子它睡觉了，然后乌龟就不停地向前爬 ，tidak berhenti merangkak， 从兔子身边爬了过去 ，dia merangkak melewati kelinci。那好，最后怎么样呢？它这个乌龟一直爬到终点，得了第一名。可兔子还在干什么？它在睡觉，它还在睡大觉呢。那最后呢，这个乌龟它得了第一名。好，这个故事的意思，小朋友们应该都明白了啊。小朋友们记得在家里看一看啊。好，小朋友们，刚才课文的意思老师也写在这里了，小朋友们记得在家里自己看课文的意思。好，下一个呢我们来看77页生字，我们读两遍，我们开始读。龟赛乌步爬回得意。一慢追仍然地。好，小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是部首，这个是贝字旁，
贝字旁的字有比赛的赛，然后这个是爪字旁，爪字旁，爪字旁的字呢有爬的字，爬的字。好，我们来看词语，词语我们读两遍，我们开始。出去，出去，仍然，仍然，可以，可以，这样，这样，身边，身边，过去，过去。好，小朋友们，我们来开始学习那个生字笔画。我们来看第一个的生字，龟的字，乌龟的龟。我们来看龟的字有几个笔画，我们一起数。先写撇，横撇，竖，横折，横，横，竖弯钩。再来一次，撇，横撇，竖，横折，横，横，竖弯钩。下一个我们来看赛，赛跑的赛。看这里，好，我们看它怎么写。我们开始，点，点，横钩，横，横，竖，竖，长长的横，撇，捺，竖，横折，撇，点。再来一次，点，点，横钩，横，横，竖，竖，长长的横，撇，捺，竖，横折，撇，点。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乌，乌龟的乌怎么写。好，我们开始，撇，横折钩，竖折折钩，横，撇，横折钩，竖折折钩，横。好，下一个我们来看布的字，布的字怎么写。我们看这里，好，我们开始，竖，横，竖，横，竖，撇，撇。再来一次，长长的竖，横，短短的竖，横，竖，撇，撇。好，小朋友们，我们来看爬的字，爬的字怎么写。我们看这里，撇，撇，竖，捺，横折，竖，横，竖弯钩，撇，撇，竖，捺，横折，竖，横，竖弯钩。下一个有回，回家的回，我们看怎么写。竖，横折，竖，横折，横，横。再来一次，竖，横折，竖，横折，横，横。好，我们来看得的字，得意的得。我们开始，好，个撇，撇，竖，竖，横折，横，横，横，长长的横，竖钩，点。再来一次，撇，撇，竖，竖，横折，横，横，横，长长的横，竖钩，点。好，我们开始意的字，得意的意。我们看怎么写。好，我们开始，点，横，点，撇，横，竖，横折，横，横，点，卧钩，点，点。再来一次，点，横，点，撇，横，竖，横折，横，横，点，卧钩，点，点。好，我们来看慢的字，慢的字怎么写。我们看这里，
好，我们开始。点点竖，竖横折横横竖横折竖竖横横撇捺，再来一次。点点竖，竖横折横横竖横折竖竖横横撇捺。好，下一个呢，我们来看锥的字，锥的字怎么写？我们看，好，我们开始，撇竖横折横横折横点横折折撇捺，再来一次，撇竖横折横横折横点横折折撇捺。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的是有人的字，我们看人的字怎么写。好，我们开始，撇竖横折折折勾撇，再来一次，撇竖横折折折勾撇。好，我们来看然的字，然的字怎么写，我们看。好，我们开始，撇横撇点点横撇捺，点点点点点撇横撇点点横撇捺，点点点点点。好，我们来看地的字，地的字怎么写？看这里，我们开始，撇横点撇横点横折横竖折折勾竖撇，再来一次，撇横点撇横点横折横竖折折勾竖撇。好，我们的学习生字笔画就先学到这里。好，下一个我们来看练习册 B， 小朋友们打开练习册 B 绿色的书，我们开始。65页第一部分，我们只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 hanya tulis tiga baris。 好，下一个呢，66页第四部分，数笔画填空， hitung goresan。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第一，德慢，地仍然，归。好，旁边德一共有几个笔画 ？Ada berapa goresan？ 左边是什么字 ？Sebelah kiri tulisan apa？ 右边是什么字 ？Sebelah kanan tulisan apa？ 我们来看德的字，看这里有几个笔画，我们一起数。好，我们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对，德的字有十一画，左边 sebelah kiri 是双人旁，右边是这个字 sebelah kanan。好，那剩下下面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做好。下一个我们来看67页第五部分，连一连主词语，那我们一起读，赛非德仁乌身边归跑快易然。好，我们看这个，这是赛，然后这是跑，赛跑龟兔赛跑，这个是赛跑。好，剩下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在家做。Sisanya kalian mengerjakan sendiri。好，下一个我们来看68页第一部分，写字，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 hanya tulis tiga baris。
好，我们来看69页第三部分，连一连写汉字，这个字加这个字写成赛的字，赛跑的赛。剩下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在家里写。Sisanya kalian kerjakan sendiri. Ini tambah ini tulisannya jadi sai.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71页第一部分，写字写三排，一排、二排、三排，后面这三排不用写。下一个73页第六部分，我们来看例子 ，susun kata 连词成句，看例子 contoh。中文说我天天写成什么呢？我天天说中文句号 ingat tulis tanda titik。那好，我来读第一的，不停的我跑向前。第二写认真的我字。第三一步一步的乌龟爬向前。好，小朋友们写连词成句 susun kata 记得要写句号 ingat tulis tanda titik。好，小朋友们，我们打开79页第三部分，偏旁部首 radikal， 例 contoh， 这是提手旁，提手旁的字有什么字？对，有把和抱。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是走之旁，走之旁有什么字？我们来看，有追。好，剩下的这个你们自己做。好，我们看下面。四点底，四点底有什么字？然的字。下面足字头有第，第一的第。双人旁有得的字。心字底，心字底有意思，得意的意。两点水，两点水就是冷的字。好，剩下的呢你们自己做。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讲的练习呢，老师已经写在这里了，小朋友们记得在家写作业，然后记得交上作业。再见。